我觉得呀，你可以嫁给戚文礼，跟他好好过日子，伺候他。戚旅长，你是在开玩笑吧？三哥喜欢的是苏若水，就算我嫁给他，他也不喜欢我。哎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你不了解戚文礼，我了解他，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。他这个人呢，循规蹈矩，是知书达理。只要你嫁给他，他呢一定会做个合格的好丈夫的。而且呢，哎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呐，你不明白结婚以后的生活，你们两个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。不，我不会嫁给三哥的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喜欢的人是你呀。哎呀，戚小玉，你又来了是不是？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个是嫁给戚文礼做戚家的儿媳妇，还有一条，我给你调走，永远都甭想见着我，你选择吧。现在？啊。戚旅长，我是你手下的兵，你说什么，我都会做。不就是嫁给三哥吗？好，我同意。哥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你就坐着啊。难得我们俩吃饭，死之前把该享受享受一下啊！来来来来，先生，来喝，来来，哎哎，来吧，哥，啊，再来一个啊！来，哎，来哥，再来一个吧。不就是嫁给三哥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可是戚旅长，你也要说话算数，让我永远留在你身边，随时都能看到你。答应我，三哥，你醒了。这是哪儿啊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你真的记不清了，还是在装糊涂？戚旅长有急事，让我到淄州去接你。没想到，你就把我带到这里来，然后你就疯了一样，疯了一样的拉扯我的衣服。之后你就把我……我真的对不起你，你想怎么样？三哥，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你以后不要负我。新郎新娘入朝。各位亲朋，各位好友，首先呢，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亲弟弟戚文礼的婚礼。在这儿呢，我们先用掌声祝福这对新人啊。这是一把金钥匙。咱们规了一定规矩，今天晚上谁用这把金钥匙打开你胸前的银锁，谁呢就是你的如意郎君了。你呢这一辈子都要跟他好好的过。拿着，把这把钥匙交给本礼，拿着。
哎。